王三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在家里必须要有地位。滚！坐那。我今天晚上惹你生气了，罚你给我酷刑。大叔妈，你倒可以吗？好，厨房还不够，脚底板子来。里面怎么吃啊？啊！等我一下哦。起来吧，少爷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要穿鞋。来吧，穿鞋。我要你喂我嘴里。我不要吃是吧？起来吧，少爷，吃饭。少爷的鞋穿反了啊！你谁家穿鞋这么穿呢、啊？你左右不放是吧你啊？这么穿鞋，你是眼睛有问题还是什么呀？啊，谁告诉你这么穿鞋的？2米的路太远了。来，走吧，少爷，吃饭了，别把自己饿死了。啊，走。这个逆子怎么在这儿？下来，都买了皇位，你还在这儿？走了走了，坐吧。坐吧，来，你告诉我坐哪里、啊、你别在那笑，来，你告诉我我坐哪。那你先吃吧，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我先去拖地了。晦气，他吃饭的时候拖怎么地啊？你先吃，我去拖地，恶心死你。这样的男朋友怎么可能出轨？随着命运交响曲的响起，奥德彪骑着他的28大杠来了，自行车上装着14罐香蕉，足足500斤的重量，这让他在下坡路的时候风驰电掣。太阳从西边出来，居然要给我泡脚、啊、咋放桌上啊？又要搞什么猫腻？什么啊？我问你啊。你问。对象和你妈掉进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这个问题不好好回答，后果很严重。我会先救我妈。好你的。等一下，先别生气，救完我妈我会和对象坠入爱河。